一接到电话，讲亚杰有心的时阵，我的心情真正足复杂。所以我笑笑甲你恭喜，不过其实我感觉足虚伪、足孤单的。我头一个想法竟然是，我要失去你啊！不过我一安尼想，我就搁较怨恨我家己。怎样我会有这种袂见笑的想法？怎样我会这么自私？我竟然无希望你甲亚杰有家己的囡仔？怎样我会想要霸占你？我真正不知道我是啥物时阵变到一个这么自私、这么恶毒、歹心的查某人。你就应该倒去亚杰的身躯边，好好陪。好好照顾你的囡仔，卖让伊甲志航同款，一世人都无感受到一个正常家庭的温暖。听你讲这个话，我心肝里真正足艰苦的。其实，第接到电话，知影亚杰有心进前，原本我心肝内有一挂话想要甲你讲，却叫人拍断去。反正我即马讲已经袂赴啊，也毋过，我也是想要讲予你知影。其实我想要讲的是，我感觉你才是上了解我的。你才是我真正喜爱的人，我整个头壳里拢是你，我的想法，我的心声，你全部拢了解。你明明都离我这尔近，啊，不过却偏偏离我这尔远。我愈想要逃避，都愈想要跟你作伙。我嘛不知影我家己到底要安怎才好。假使即卖有你选，咱两个人就顺着家己的心意，好好替家己活一届。若是当作啥物都无发生过，无任何的感情，你安怎选择？其实，经过这样子风波，我感觉更加珍惜这份幸福。我相信当初也同款，因为这个囡仔会当把我甲当初的心蛮做伙，所以从今以后，我会为着阮一家三口更加打拼，做一个好太太、好妈妈。俊啊，伊有影是当世人有烧好香啦，这世人才好多娶到你这尼啊好的太太，全心全意遐尼啊爱伊的。亚姐，妈甲你讲，伊也唔管你想要创啥，你拢叫东俊去做，做你个话，做你个叫，唔免甲伊客气，有听无？我想已经准备好啊，这边请。好，好，好，安哥。哎，怪幸福的。迄个客户愈晚愈近，我就知影伊想要跟我讨钱，所以我就挑过伊徛徛去摕酒。结果嘞，就真陪我边遐啦。哇，竟然有人想要跟你讨钱，真好胆呢哦。啊，结果嘞，伊去真着想。林爸爸啊！
文爸，有一个查甫在浸着。哎，可惜啦，我不在现场呢。啊，若无，我一定能看到迄个布阿面啦。敢是，敢是东旭的声？啊？哎，妈，有你到。妈，伊就叫，就是头前这间啦，你紧过。想要跟雅姐呢？应该来。啊，刚是你甲因讲你要来这吃饭。我头壳未去讲着啊，哪有可能啦？阿爸，这嘛是安怎？阿娘安尼讲，伊要来这找伊呢？先找一个所在避开啦。啊，这连窗帘拢无，我想要避去倒位？同学，叶川啊！哦，我咧捡手机啊啦，是讲麦雅姐，啊你哪会来？我着拄仔有听到你的声，我甲雅姐讲伊不爱信啊，我毋则来看嘛。真正是你。啊，你着我的妈妈，我的声音你当然嘛认得出来啦。所以恁是来遮食饭的哈？对啊，啊毋但阮两个哦，啊佮有子倩因妈甲丹青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你用这哦，餐具啦。雅姐啊，啊你即马大心大命，莫徛安尼久，坐啊。餐具里底搁看花，真用心嘞。哎呀，啊，桌顶明明就两副碗碟啊。当然嘛是两副啊，无我哪有可能一个人走来遮食饭啦？拄则我是甲一个企业界大头家哦应酬盘烂啦，啊应酬完了伊就走。董俊，甲恁应酬的头家应该是查某的吼。啊，就是查某的，毋才遮尔麻烦。你干呐看这唇印就知影啦，伊的粉哦抹甲足厚的，袂输我咧高壁咧。对嘛？嗯。啊，恁毋是讲有甲美华阿姨，还佮有单亲约伫遮食饭？啊，包厢应该嘛订好啊吼。倒一间，我找恁来啦。阿妹，住这间才对。啊，既然直接拄到你啊，当然嘛是做伙食啊。无咯，我拢已食饱啊，而且我等一下还佫有别个行程要走呢。是工课较重要，还是替恁翁仔某的囡仔庆祝较重要啊？哎呦妈！好啊，唔准你佫讲。我管你什么行程，拢搞安闹。哦，你是囡仔的老爸呢啊！你无做伙庆祝，敢讲会过？通俊是咧创啥？把阮带出去，敢有遮尔困难？起码是安怎才好？假使吴妈发现我闭伫个遮，我是安怎解释？好不像来啊，拄啊好。慢慢地吼，诶，桌顶遮甲阮清清的收收掉，啊，另外搁替我穿五副新的碗碟啊，阮等下搁有人要来食饭的。哦，无问题。同学啊，嗯，那你讲讲看，点样啊？坐啊。哦。
迄、那个色水，哪会真亲像我买予子倩的衫啊？妈，是安怎？我先来去洗手间啦，啊，你先入去。嗯。所以查啦，赶快！想说这年啊拄好，大家拢来吃啊，把我搁闭伫个内底，不管像你啊聊。子倩，妈，那你家拄好，你嘛来家吃饭啊？我果然无看唔到，闭伫个餐车内底的人都是你。你是在讲啥？哪有人无带无钱闭在内底？你搁想要硬拗？这个餐车就是为东俊的包厢内底出来的，啊，唔着表示讲你当地甲东俊约会？你哪这样袂晓想啊？东俊是一个有某的人呢，你唔着应该撇嫌唔才对。你哪会当安尼侮辱我？你安尼讲意思是？我靠！东俊偷来，还唔去我做伊的小三？哦，啊，无你甲我讲，你是安怎人会伫个遮？啊，搁有啦，你的衫是安怎去包着菜汤？因为这是餐厅，我甲客户约伫个遮食饭真正常。我的衫用垃圾去，迄是因为拄则好不幸咧收盘的时阵，客户无说入去回着，唔则会喷着我的衫。奇怪，我真正不知道东俊嘛在遮。啊，你甲东俊同一个时间，最后在同一间餐厅，本来就吼较会防怀疑啊。尤其是恁两个，之前阁撞着代志过。妈，你安尼讲真正足无公平的，讲讲我连行动的自由拢无。哼，陈东俊今日要去倒位，我就袂当去。也若无，就是我袂见笑，就是我要诱拐人的红婿。妈不是这個意思啦，你就是妈。现在你一看到我就骂我，我安怎解释你就不爱接受？我只是一届做唔对代志，我一届尔。我一个查某囝在你的心目中就变作是一个下生下级袂计小的查某啦。我真正遐尔痛苦，我想要去死，你是要做要跟我作斗？你让我过去试试好啊！你莫阁讲这款话啦！啊，不过你今嘛就是无愿意相信我。哎，好啦好啦，刷刷去啦。有可能是我真是看唔到去啦。哎，你嘛莫怪妈妈哦，安尼搞猜疑啦。啊，若唔是讲哦，你的前路一直拢袂顺，一直这么坎坷。我哪会着遐尔紧张，安尼疑神疑鬼啊！妈妈哦，甲你下实的啦，我不应该安尼怀疑你，吼、哦。妈，你愿意相信我就好啊。就算全世界的人拢误会我，迄嘛不要紧。啊，不过你误会我，我真正足艰苦的。我知，我知。阿爸妈妈哦，袂管安尼乌白误会你啊，哦，是的啦，对啦，啊，你啥状来？啊，啊，都亚杰有心呐、啊，真的也是假的、啊？当然嘛是真的，我甲丹青哦，就替恁的阿公阿姑亚杰欢喜，唔才想讲哦，要请伊来遮食饭，小庆祝一下。啊，阿爸呢？你跟我做伙来去。